老头来了，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风眼老头，啦，又要来抓小朋友了。那这次的四个小朋友是谁呢？一个空军，一个调试，一个技师，一个机械师。哇哦，速修队的感觉呢？我们现在呢，先来找个机器，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哎，人呢？点一下，这里吗？哦，有足迹，谁？调香师吗？是，调香师，给你画一下，画一下，画一下。好，那为什么？被关厕所了，被关厕所，但是我也没能源了，尴尬了，我电力不够啊，强制翻过去，好勇敢哦。他应该是怕说我一直被我关到死，但是小朋友，我没电了呢。好，再画，中 ，OK， 中了，中了，调香师中了，收获到了一个。那，等一下不好按。好，为什么老头这么少人玩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老头十分不容易，而且双电关者。很少会出现老头，在上次我讲过了，因为双剑管者呢，老头要平均要画六下的墙才能倒地，那根本就不实用，对不对？好歹也让墙强化一下嘛，这样老头出场率会高一点。但是似乎这谁想要来救我们的技师妹妹想要来救，现在对我来讲都是小朋友啦，按照我年纪来讲都是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谁在玩我的墙？那个小淘气在玩我的墙？哦，这个小淘气在玩我的墙，哦，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小淘气，啊，被救掉了。好，我们的墙是被救掉了，所以我再继续给他绕一下，我再挥一下，没回到。天哪，敢虐待老人，可恶！这小朋友真的很不懂礼貌，很不懂规矩耶。我们去追他。我们这还好，我们这个杖的这个锤子呢，有蒸汽加速，对，可以让我移动速度稍微快一点。那是不是没移动到多快了？不过，聊胜于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？等一下，翻过去了是不是？那不用翻，我们直接绕过去就好。哦，调在这里。Hello， 没打到，你太早回溯了，所以呢，很容易被打到呢。打到了，当然要喝一下机油庆祝啊，是不是？那个不是酒，那个是机油。我先把它抓起来，放椅子上。OK， 老头呢是非常厉害的哦，眼睛能看到任何地方哦，包括不该看到的地方都可以哦。什么是不该看到的地方呢？等你长大再告诉你。我们现在已经抓到强势一半了，现在这个哦，两个叉叉，也就是说有人在玩我的机器咯，各种小淘气洞，这是我们的椅子，先把它放上去，再等一下好了，好放，来来来，看到有人要来了啊，竟然开我枪，哎呀，差一面墙啊，就差一面墙就可以把它围住了，可恶，空军很讨人厌哦，空军小朋友，刚开那什么枪啊？乱玩乱玩的，好，算了，我来追调香师好了。走，一定要先追调香师啊，因为调香师再一下就晕了，再放一次椅子，他就飞了，对不对？老头的，你会回溯吗？你会回溯吗？强迫症会回溯吗？会。年轻人，你还是太嫩了呢，太嫩了，太嫩了。就是说，有强迫症的人就不要玩调香师，因为有强迫症就会回溯，回溯就很好抓。你只要翻过墙，我就很懒得去抓你。不过你就要回溯，我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墙是飞了，还有三个小朋友，这里哦有足迹呢。这边有两个聚在一起，鬼鬼祟祟的，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刚刚是不是取消掉，是怎么样？还是没电？不知道，算了，随便。我们先移动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玩老头其实也不能慌，老头就是有一种很淡定的感觉，就是。要很优雅，对，像有年纪的都会比较优雅，不是因为身体走不动，就是那种心情、心态上会觉得会自己去调试。比方说有哪个老头呢？风眼嘛，还有约瑟夫，你看约瑟夫是不是很优雅？他是不是也是老头？不过为什么我跟约瑟夫差那么多？可能是人家保养的好吧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人吗？没有，不是这个，那是哪一个？右上角。这个哦，有有有，空军在这里呢。哦，小朋友在跑啊！哎呦，还真的跑掉，在跑。他往开阔地方跑很聪明，对，往开阔地方跑呢会比较拿他没办法，就是呢可以预判他的路径。哦，差一点，再一下，可恶，在哪里？这边有来这边吗？
我跟丢了吗？我的眼睛跟丢了？没有，在这里。哦，继续跟你玩一下，再下再下，有没有？有，中了。好，再下，哎，没有走在这里。那这边不错哦，再下再下，哦，又有了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中。想跟我玩？我的眼睛可是很锐利的呢。好啦，那我们空军呢，在应该在这个地方的附近过去。方向感真的很好，方向感不好的话会找不到人，就算把人家弄倒了也找不到人。空军在这里晕倒了，我们要把他抓起来。不错哦，这次还蛮顺利的。先抓椅上放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已经局势对我而言还算是蛮有利的啦，因为毕竟他们才破译掉两条而已，还有三条没破译。那技师跟机械师我是没放在眼里的啊，因为像机械要比机械的话，跟我比还差远了。我本身你看我全身上下都是机械，那机械师也只差遥控器是机械而已啊，还有他机器人是机械而已啊，机械化的程度比不上我，所以呢，机械师我没放在眼里。那技师更不用讲了，那种宗教狂热分子，他们的教条都是有戒律的，比方说不能吃青椒，那哪天青椒不小心吃到了，或者是混在什么菜肴里面不小心吃到，那船上我们就不能用了，因为它违反戒律了嘛，所以神就不会保护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要给它青椒吃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能那么容易让它的信仰失去，所以我才不怕那种人，好吗？应该是跑这个方向才对。诶，没看到人，跑去哪了啦？完蛋了，空军可能要被救了。我们找人的时间呢不能太长，一旦太长之后就很容易被救，因为逃生者本身可以看得到对方。在哪里？这边。谁？机械师。机械师哦，穿门呢。隆重为您介绍您的住家格局，现在是一房、一大房、一小房。那小房呢也被我封起来，那现在只剩一大房了。那现在房间呢慢慢就要缩小咯。哇哦，看来是逃不出去了呢。到最后呢连厕所的空间都失去了。看到这个格局的人通常头都会很晕。晕了吗？哦，晕了，看吧，很明显这里是个凶宅呢，下次不要住进来这里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还是我跟机械师有某些渊源，我会是他爸吗？儿子，我来了，不是，是女儿，不是儿子，不过长太像儿子了。不过好啦，女儿，哎，这谁鬼鬼祟祟在这边破译机器，莫名其妙哎，那你不要玩我的小鸡鸡，你就玩我的小鸡鸡，受不了。好，先放在椅子上。好 ，OK， 空军几次？第二次，对不对？一半。好，那现在还剩机械师被救了还是自救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活过来了呢。哦，机械师完全被治疗了，还是他用玩偶治疗他自己？有可能哦。看一下，我在这里，所以先防守一下嘛。哦，先防守一下，剩一下哦，这打到了，再一下超载。诶，他在开箱子，他是太紧张按错，然后在开箱子了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呢？诶。空军走掉了，不过机械师被关在里面，机械师晕倒了。天哪，那这样的话我只好抓机械师咯，在这里。好啦，那没办法了，谁叫你要开箱子。对啊，好啦，先放着。这算又被抓交替了。唉，你的队友真的是齁，很不给面子，很不够义气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，有耳鸣，所以有人在附近继续想守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守啊。哎，手啊！我要先假装一下，然后我再用地图嘛。哦，不用了，走掉了。啊，你朋友都走掉了啦！想不到我们父女相聚的时刻，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。哎，又来了，耳鸣又来了，是他自己在操控的吗？哎，是哎，自己操控玩偶哎。来吧，我来看一下，是你的手指灵活还是我的锤子灵活？看来是我的锤子灵活呢。拜，好了，又有耳鸣了吗？哎，又有耳鸣。哦，空军要来救，空军要来救，那很好哦。来啊，来啊，来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好了，被打到了，被救掉了。再打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是打到空军？怎么是打到空军？那让空军，哎、欸，第三次空军可以飞了。原来该飞的人就是你，想不到你找其他人来代替你，但自始至终呢，你还是必须要飞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？来找其他两个了，机械师刚受伤，往那个方向跑了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有在破译机器吗？哦，有耳鸣，就在附近。躲去哪？应该是说想躲去哪？哦，这边有一个 Oreo， 打掉。然后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在，这边有人吗？哎，在这里耶，在这里躲得好好的。
哇哦，你以为这样子就能跑得掉吗？想太多喽！看一下这边，我们祭司，哎，不是在这个方向吗？祭司在哪里？这里。哎，祭司刚刚明明就有一个讯号啊，真会跑。不过我不打算把机械师放在椅子上，因为我觉得我要把祭司抓到。对，我就是要抓到祭司为主。哦，有耳鸣了，要来救吗？会来救哎，祭司重情重义。我来了，祭司果然是来了，从后面绕嘛，我看一下。哦，现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他在后面这里，想要用 Oreo 穿墙，也没有哎。然后他现在看到我这样操作机械，所以他跑掉了。打到一下，好，打到一下，上面这里。好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再走上来。哎，没有，那跑去哪了？他跑去哪了？机械师好像还没自救，对不对？会不会等一下他就自救了？有可能哦，再等一下好了。嘿 baby， 躺好，不要再当小淘气了。时机抓的刚刚好，对不起，真的没办法。你爬起来的时候刚好在看你呢。我在这里看到了，太好了。哦，来一下超载。哦，打到第二下了，还有两下。三，啊，没有，二三，有三下吗？有三。然后呢，在旁边这个吗？这个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哎，右上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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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里。好，最后一下了啊！不要跑到边界去了，右边这边呢？哎，没有，没看到人。那是跑去哪？哎，足迹，足迹，刚看到足迹，右下角，进去里面了吗？哦。阶梯上面，不过现在很难，他应该没办法，他应该不会破译机器。躲在房子里面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，对，尤其是楼梯间那里。哦，有在破译耶？哪一台啊？这一台吗？是耶，他上来破译了，为什么？中，没中，差一点。又下楼了，先封住这个通道。好，好，他去地下室了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去先封着，然后去地下室找人。哪一间房间啊？这间房对不对？是这间吗？对应这一间。诶，是这一间，对，右上角这一间，这边才对。好，走了，来喽。诶，跑掉了。我的墙持续不了多久，因为在破译机旁边的关系吗？跑去哪了？哦，在这里，看到了。太好了，你没事干嘛翻板？你没翻版，我还发现不了你呢。翻版你就完蛋了。最终结束喽。好的，所有小朋友都被我抓到了。那所有小朋友呢？等一下就可以飞高高了。那不投降吗？投降。好，投降了。哎，很配合哎，说投降就投降。好了，那封印老头呢？这次玩的还算不错。那希望呢，各位能够多练习自己不擅长的角色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能够额外得到许多乐趣。或者是挫折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玩封印老头的影片喽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追踪我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像旁边的小铃铛。那 IG 呢，也不用追踪我。我收啦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。嘿，老头，你看透了这个世界，但你有看透人性吗？糟糕，这个死小孩开头竟然那么有深度的问话是怎么回事？不过一个死小孩能够讲出那么有深度的话也不容易。完蛋了，时间过太久了，那个死小孩一定以为我愣住了。再不快点回应的话，我的面子就要挂不住了。哇哦，用沉默表示对人性的看淡与坦然吗？老头，你的境界真高呢。也没有啦，其实也就是因为你刚刚愣住了，所以我只好这样讲。